大家好，我是小趴。小周买了一把3000的法马斯，今天我们来试一下伤害。小周是18配3000法马斯，法马斯专研是19，小趴穿的是5星铂金专研29，然后是5级的白色护盾。咱们看一下这个法马斯的伤害到底是有多么的恐怖。哦，57、88、68。你打我，擦，挺耐喷的呀！你这，我日，99，150，我去，这也太疼了吧！99是撕裂弹，那白字多少呀？92吗？97，白字也差不多了。白字118，这枪太可怕了！我的天哪，这一梭，你等一下，我回个血，我估计一梭子就给我打死了。你步枪兵伤害越打越高，我知道，一梭子应该就打死了。我让你打一梭子，看一梭子能打死吗？等我回满。对，打铂金太疼了。我操，一梭子就没了。我死哟，这太疼了。这人是谁啊？啥？一梭子都没打完。